接下来带来我们《青春环游记二》的主题曲《青春就这样》。是多么的伟大，开心最重要。对，我希望能够去到更多有趣的城市，见到更多可爱的人。对，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能再次来到阳朔，真正的站在刘三姐的那个舞台上，为大家精心的策划和准备一场好的表演。是，我们是春游家族。